国语就凤飞飞。如是如梦，来去无踪。美空云雀。哦，马蹄。文夏老师的《黄昏的故乡》。叫叫我叫叫。怀念的音色哦，像老唱片出来的那个音色，完全就是黑胶唱片，30年代、40年代完全一样。徐子深啊，子深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陈哥好，小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几岁了？啊，15岁了，十五岁。啊，你唱什么歌啊？文夏老师的《黄昏的故乡》。哎，文夏已经很少了呢，而且现在年轻，对啊，文夏老师都已经的80岁，哇，这么年轻哦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我们歌坛的常青树，厉害。那你有偶像吗？有，谁？每个语言不一样，哎，台语就二姐江蕙，对，然后国语就凤飞飞。你的偶像对年纪都是稍微大一点，对呀。那英语有吗？有日文。日文喜欢谁？美空云雀。哦，琵琶，美空云雀。哇，啊，你英语应该喜欢什么 ？Andy Williams 那一种。我本来不介意，啊，凤飞飞的歌都会唱啊。红的应该会。已经到彩虹，挂在满天空。如是如梦，来去无踪。太高，对，太高的时候你就要用小嗓唱，小嗓，慢慢有机会数数再慢慢教，好吧？哎，这首歌后来很多人翻唱，还有一个谁翻唱了？我知道二姐有翻唱没很多了，张韶涵也翻唱了，对，哎，张韶涵也翻唱了。每一个丢丢。记得叫我，我知道，我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远方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 copy 这首歌。叫叫我叫叫，尖叫声！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。是天籁级的，太特别了，好像一张老唱片里面唱出来的声音。
别，有没有？长得是貌不惊人，一出来我卖椰鱼他，现在真的要叫一声大师，真的厉害。15岁有85岁的老陈，对，有没有看到他的声音？太令人怀念的音色哦，像老唱片出来的那个音色，完全就是黑胶唱片30年代、40年代完全一样。而且他很厉害，是那个时候那种 enga。他的转音啊，对，要很到位，他好厉害，很漂亮，那个转音转的也很好。前面这个，所以这个歌是日文歌曲，文夏老师他们把它填词重新唱过，在台湾当时啊，哇，那卖的疯掉了，是啊，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。你会听周汤豪睡到分手吗？不会。那个他最新的歌有听过什么？最新的永保安康有听过吧？笨小孩有听过吧？大家有没有？新北歌。很诚实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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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？你才对嘛？他是那首歌也30年哦，所以他20来年，也快30年了。所以他一定是某位演歌歌手哦，借尸还魂。哎，又上演歌，那不行。那我本来他想说，我们逼他去学《小幸运》，但《小幸运》这个歌。没有是不是这样夜晚你才这样想就红嘛，对不对？小幸运好像比较好听。小幸运，来第一题，第一题老师给他唱一下，来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是在电话里。我要学他啦。他只唱这一句。小幸运，给他唱小幸运，真的 OK 啦。梨花球，来小幸运试看，好来来。哇，这是老派唱腔呢，哦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？恭喜你啊！小幸运被他唱起来，像小讨厌，对，他有多不幸一样。没有没有，他就是要唱老歌。这个版本好讨厌哦。他唱老歌。这个版本很像用二胡拉的，有没有？对，知道哎，那个感觉啊。没有，他做一个老灵魂。对，哦，做了一个老灵魂。十五岁而已，这个听比听的会生气。现在正在我很少录影录到最后想要安口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反正给大家带来欢乐嘛。日文歌曲最会唱是哪首？最拿手，熊高一熊拿手，因为观众朋友看到这里一定哎呀，节目怎么可以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亚瓦的。压完了，睡这条睡，直接来，来来来。卡斯托莫纳，我梦未破，拉克哟，马克的莫托莫托，红诺姆内诺，奥尼。生きてる柔らの夢が一生一度一生一度待っていい